少爷，不瞒你跟你说句实话，像这些个小打小闹的生意啊，盈利不多，风险却不小。说实话，我有点不想做了。哎呀，您这是要金盆洗手呢，还是想玩更大的呀？哎呀，少爷，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得回家。 家里人还等着我吃饭呢，我们改日再聚啊！咱们再聚，别介呀！我今天可给你准备了上好的货色呀，保准你能喜欢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？嗯？哎呀！哎！哎呀呀呀！对对对，冷少。 不信狗改得了吃屎。念之，念之，对不起啊，以后我尽量早点回家。没关系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嗯。